你好，我是生木灵活的主人。那你现在收看的是乐活新闻。您多久没有在森林之中闻着淡淡的清香味道，安安静静地触摸眼前所见的景色，在大自然围绕下得到完全的解放，使人的身心顿时感到无与伦比的舒畅。南投国姓生木灵活位在四面环山的山谷之中，让您与大自然间得以最亲近的对话，这就是您度假的最佳选择。生木灵活的意思就是说，让各位客人来到我们生木灵活的山上，在山林里面可以享受山林的乐趣，然后整个人会变得很轻松灵活。占地广阔的生木灵活户外规划出烤肉区、活动台、沙台等，室内提供宽敞的公共客厅，空间中有书籍及 DVD 影集可供观赏，也备有开放式厨房让您做使用。不论您是要个人活动或是团体活动，都能如您所愿。浸潮居就是说，让人在起伏不断、波潮汹涌的生活里面呢，可以来这边找到一个休息的地方。这里的房型有分四人套房及八人套房。自在观的意思呢，就是说在房间里面可以用最轻松的心情，尽情享受最自在的时刻。然后金金船呢，就是到这里的人离开的时候会带着满满的珍贵的回忆，然后再继续他们人生下一个旅程。然后流星雨呢，就是希望来这边的客人他们都可以美梦成真，完成生活中的梦想。然后享享乐呢，就是像现在的人都像是被束缚在都市里面的小鸟，他们飞翔到这边来呢，可以尽情的享受山林的乐趣。每间房间内部，不论是在采光上或是空间上，都是非常明亮、宽敞、舒适。也各自命名为浸潮居、流星雨、享享乐、自在观、金金船等。在这里，请听着潺潺的流水声，看着白鹅的悠闲自在，听听鸟语蛙鸣，闻闻百花香，让人心灵得到彻底的洗涤，身体得以完全的放松。这就是生木灵活为您所做的一切。